来吧，直接进行您的技能展示吧，好吧？我今天给在座的企业家、人力资源专家带来一首歌，叫《兄弟抱一下》。为什么要选择唱这首歌啊？也许是这首歌里面有一些我的心声。其实我觉得虽然你不是专业的歌手啊，我觉得这首歌说实话还挺打动我的。我能看到你其实你在做公益，同时我觉得你是有你是很希望你身边朋友和兄弟也能加入这个行列，跟你一起做公益。我想请那个大平老师放一下我的照片来。就有一次晚上，我就是我那时候在合肥的时候，回到合肥的时候，我是找了一个代驾，然后我晚上下班的比较晚，我就在路上碰到了这个老爷爷。这个老人是有一点老年痴呆的，今年70多岁了。跟他交流的时候是很难知道他的详细信息的，但是我们在后面呢很细心的照顾他。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们说，他老家是江西的，江西赣州，他还有一个堂弟，然后在哪里哪里工作。我当时呢，我就在网上上网查这个单位，然后找到了这个，终于找到了这个单位，然后也找到了这个单位的电话号码，我就打过去，我问你们单位有没有这个人。他说你找他干嘛，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，然后他就把他的堂弟的电话给我，我联系了他堂弟，沟通了，然后把这老人送回家。但是我担心这老人，因为他有老年痴呆，我不能放他一个人回去。如果放他一个人回去的话，我前面做的所有工作可能都白费了，可能就等于他还不知道又丢到哪里去了。我就买了2张火车票，我把他送到了江西赣州，一直送到了他的老家。